王旗都举起埋，随时起步。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慢咗闸有香港至尊，前面快，中间有呢个神同埋边蓝衫咧，仲有呢个伟宝之星啊，再入边咧仲有呢个轮转乾坤，出边一对啊大额箍咧，仲有呢个马龙王之最出黑衫啊拼劲啊，内栏绿色衫飞霹雳啊，响出边咧蓝晚罩咧，仲有呢个巴奇利啊，再数后啲嘅马咧，先有呢个齐飞啦，咁啊至尊进着噶，后边三只马就欢欣声多彩包咗落尾咧，就系嗰只香港至尊噶，过呢个八百啦，前面带头系呢只拼劲噶，跟住第二位就伟宝之星啊，外边第三咧仲有神童啊，再数后边啊，内栏第四轮转乾坤啦，大额箍嗰只咧就马龙王子啊，响外边有呢只咧就巴奇里啊，内栏绿色衫咧就飞霹雳啊，再数后边先有至尊进着啊，齐飞好后尾四啊，后边三只欢欣声啊，咁啊真系有啲跟唔到啊，摄入去睇有冇得追啦，揈出去大外档香港至尊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伟宝之星中间出咗嚟先啊，但系内外夹击噶啦，埋边马龙王子上紧嚟，出边仲有飞霹雳，中间系神童，最后一百米伟宝之星占先咗。但是外面的飞霹雳都追紧，再见到埋边有多彩，出边咧仲有欢欣声，接近终点，雷神又是你赢啦，伟宝之星啊，第二名飞霹雳啊，第三名咧就是多彩，第四是欢欣声啊，咁啊结果呢只伟宝之星咁啊都是靓档，即系抢咗喺前面先啦，咁啊但是压咗出嚟噶啦，转弯都开始要飞霹雳响内栏嘅开头转弯揈出去追出嚟第二，多彩第三，欢欣声追唔切啊，第四啊，因为我唔敢。雷神又赢啦，伟宝之星31蚊保中啦，飞霹雳都算跑得好好噶啦，见阿安国伦都好有心机移出嚟走生位，咁但系都系追唔到。第三就系多彩，第四就系欢欣星。哇哦，见到都临尾落飞只马王子就唔喺度，但系呢只热门咧，佢一路都浸浸落噶，31蚊啊，临尾3.1倍。五搭九嘅连赢位10倍，保中啦！临尾都一路系咁落飞啊，见佢虽然嗰只三号马维护之星黐下系嘛，唔系骑到咁上下褪喎只马，睇下会唔会有啲咩事？即系而佢嗰个位手嗰个位系应该要跑得好啲咯。呢场就落飞嘅马就唔得啦。头先嗰场第一场系飞灯 Q， 系啊，啱啱呢场系麻麻地。但系临尾大热门啲飞都好强劲啊，系啊，31.5，今季呢只马都好好成绩啊，两个 win 啊，开心啊！佢一出谂住想抱个小朋友，但系佢好紧张嘅小朋友啊。好开心啊！见到阿雷神赢呢只，一路笑晒口咁样翻嚟。终于交代啦，骑到第三次骑呢只马噶啦，佢都。欢欣声啊，可以真系要有两手准备啦，即系呢次唔得嘅，下次可能先加个眼罩俾你。即系咁啊，比较尴尬啲啊！即系佢可以有两手准备啊。早段都唔系好跟到，即系欢欣声，就系跑翻短途冇咗个眼罩咯。系啊，我前都系就系话惊就系惊呢啲嘅啫。但系最惨啊，15、16嗰个分啊，部署上好似都差唔多咁啊，系争个眼罩。多彩近仗，今年都好准，成日有奖金。佢留得后啲啊，冲得好。冲得劲好多咯，嗱呢场又系留到好后。好啦，睇下三档起步嗰只伟宝之星啦，呢次加咗翻防沙眼罩落去早段，虽然都要执，但系快过上次好多。嗯，平均都实到埋栏噶啦，都冇乜接口啊。神童好位啦，跟住就伟宝之星，马龙王子今日出只都顺利嘅，亦都好早跟前守到好位嘅。见到铁栏依家第三只咧，63嗰只飞霹雳咧，见阿安国伦咧猛哨出边噶啦，佢又唔要呢个位噶啦，好明显噶啦，预定出嚟。考虑地真系唔好搏内栏啦，好少我开条栏位俾你上嘅。好彩佢摄多至尊进着嗰度，好彩至尊进着冇。如果至尊进着有咧，佢出唔到啊呢个位。好彩就系嗰只至尊进着冇，佢系攞到呢个位啦。出嚟都系咁，系咁望佢噶，佢都。平均最速咧就系香港至尊都追翻个第五嘅，
其他齐飞啊，反而冇乜追啊。冇啊，齐飞唔知系咪有咩嘢啦？系啦、啊，完全都冇、啊。佢唔系嗰种跑法啊！你一守咗嗰个位，你都知佢冇啊！佢边系咁样追噶嘛？阿奇，你都好早收工。马龙王子入到直路，咗执起个头啊！又系唔知做咩。睇正式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九号韦宝之星嘅独人派31.5，位置派14.5；跑第二名5号飞霹雳，位置派19蚊；跑第三名7号多彩，位置派104蚊；连赢位5搭9派100蚊，零5号三轮彩9号。